界茶艺博览会第九届的世界茶艺博览会。那么我们这个世界茶艺博览会啊，一年比一年啊更精彩，一年比一年更壮大，一年比一年的设施啊更完善。那么今年啊，昨天啊就有上万人啊来参观来买好茶，今天啊更多，今天啊可能要突破啊万人以上，至少有15000人啊来品尝我们南投县的好茶。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帮助我们农业的产业的一个行销啊，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梁龙梁池啊啊办这个活动啊，给我们好多的经费的赞助啊。我们在这边再次感谢我们龙梁池的师长啊，谢谢你们，没有龙梁池的赞助啊，我们没有办法那个这么客套啊。同时也要感谢我们地方乡公所啊，杜龙卫，还有啊我们三雄三乡镇的龙卫啊，大家帮忙，还有今天啊这么好的一个盛事啊，所以县长在这边欢迎所有在操场品尝这个千人茶会的各位喜爱喝茶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由于你们的参与，让我们今天这个千人茶会啊才能够办得这么的成功。接着还有啊这个7天的时间啊，希望大家把握啊，把南投县最好的茶买回去，共同一家子来品尝，或送给你的好朋友，把最好的茶买下来，放着过年，家人家人团聚啊啊，除夕啊除夕夜，大家好好的品尝，我相信呢、啊，这是人生啊最幸福的啊，如仙境一样哦啊！今天县长再次感谢各位所有来这边千人茶会的好朋友，再次感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的参与才让我们的今天的万千人茶会啊盛况空前，谢谢你们啊！大家好好的品尝啊！如果你喝的哈有介意的呀啊，你就甲买回去吼，这个钱带来啊就要把它花掉，带回去啊太可惜了哈啊！大家啊这个把你喜欢的茶哈买回去，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家人，或是送给你的长官，这是最好的一个礼物哈！啊，县长在这边感谢各位啊，我也代表所有我们的茶农，我们的柚子的茶农，向各位感谢各位啊，给我们做更多的指导，谢谢你们，感谢各位，谢谢。好，县长，在去年我记得我们来到。